好了，煎好以后呢，我们来试吃。就模仿客人，模仿客人来吃。好，现在上了上锅边，摆在客人的桌子上，桌子上开始吃了。客人一客，我是客人，我现在开始吃。我现在要来秀一下，在我的抖音上要秀一下，秀一下我在你们店里面吃到的锅边的那个情况。爆浆，对吗？上海锅贴的味道够美味，够新鲜，而且我的品质够持久。我们尤其我们的辣椒够味道。这不是假的，这是我刚刚拍出来的。没有做任何的皮肤上，直接送到嘴里面。我就是客人，脆脆的口感，这个高筋菜，外酥里嫩。这个高筋菜也行。吃光。